把人带到大少爷房间吧。不是结婚吗？就你这身份，还配提结婚？带走。干什么呢？鬼鬼祟祟的，藏私房钱了是吧？把钱拿来，钱呢？藏哪儿了？在这里是不是？切，在我家白吃白住这么多年，有什么资格藏私房钱？那是我打工赚来给叔叔治病的钱。治病？这点钱够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起来，信不信我打你？闪闪，你干嘛欺负姐姐？去，让开，给我让开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赶紧起来，起来，没受伤吧？没事吧？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婶婶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啊，但是这点钱给你叔叔治病差的太多了。哎，不用谢不用谢，知道知道。我答应过你叔叔要照顾你，所以给你找了一门亲事，男方是全家的总裁全玉玺。保证保证你嫁过去衣食无忧啊。妈，为什么我不？你给我闭嘴。月月，男方答应了，彩礼给一大笔钱呢，你叔叔的病就有救了。要你说，咱们是救还是不救？太好了，云云，是代你叔叔谢谢你。急我提前。大少爷各项身体指标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不过因为长时间没有运动，所以肌肉有些萎缩了。要不要紧？会不会影响走路啊？这个就要看大少爷自己的了。谢谢。儿子，你放心，爸爸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的腿治好。爸，我没事，能醒来就好。对了，爸，昨天晚上那个姑娘呢？对了，爸，昨天晚上那个姑娘呢？哎，你管她干什么？你醒过来，她就算完成任务了。任务？什么任务？你爸听说
找一个五官残缺的处女能让你醒过来。你昨天晚上没有发现他是个哑巴？你们会不会太荒唐了？哎呦，是不是你的主意？哥，我今天才知道这事儿。爸，我想见他一面。走。钱字，他叔叔重病需要钱，钱我会如数给你，以后离全家远一点。谁呀？墨云，你没有和你婶婶还有妹妹他们出去玩吗？昨天他们说卖了房子出去旅游了，有钱都不给你叔叔治病，这些人真是。你把我们全家当成摇钱树了吗？你很贪得无厌呢、啊、你。阿明，好。我婶婶没有拿钱给医院，我叔叔要被赶出去了。阿明，带他去医院交钱。他怎么进来的？谢谢你救了我叔叔，我想给你打工还钱。不用，那点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出去。老板，他住的地方被他婶婶卖掉了，他现在无家可归了。阿明，给他安排一个房间。好。我还以为他不会醒过来，谁知道那个小哑巴居然让他醒了。这老二真是个没用的东西。姑姑，那我该怎么办啊？你去。对，只要全家的权力掌握在我们手里就行。你在干嘛？泡脚会促进血液循环。不用不用，出去。哎，我说了不用。你干嘛？阿明，可以了，去倒杯水了。白小姐，你在干什么？白亚萌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玉哥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刚刚我就在这喝茶等你，然后他就冲上来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阿明，
玉哥哥，这个是你新请的女佣吗？这么年轻啊？这是我的客人。客人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她就是姑父给你选的那个女孩吧？哎，你不是把她送走了吗？你来干什么？玉哥哥，我知道你醒过来了，就马上来看你了。那你看到了，不错。玉哥哥，我担心你。阿明，送客。白小姐，请。那玉哥哥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你大哥车祸的那个肇事司机现在怎么样了？那个司机出事后没几天就失踪了。失踪了？可能知道自己撞的是全市集团的大公子，怕扛不住压力吧。但愿事实确实如此吧。爸，您什么时候也爱看那些肥皂剧啊？哪有那么多阴谋诡计啊？我知道不是你的问题，你不用担心，是白亚萌在搞事情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阿优，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，但是全家也没亏待过你。只要你好好辅佐你大哥，全家的富贵少不了你的。就别生出那么多不该有的心思了。当然了吧，我会好好辅佐大哥的。嗯。谢谢你给我叔叔治病，我短期内没法还你钱，所以我想留在你身边照顾你，直到你的腿痊愈。你好，墨韵小姐，还记得我吗？我大哥怎么不在啊？你手怎么了？哎呦。大哥，你回来了。大哥，你的腿好点了吗？还是老样子。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关心你的。对了，撞你的那个肇事司机，他失踪了，你知道吗？咱爸说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他。大哥，你觉得他是被人指使的吗？希望不是吧。好了。看完你，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哎呦，不管爸妈对你怎么样，我始终把你当兄弟。说什么呢，哥？爸妈和你一直都对我很好啊。走了。人找到了？好，干。越来越好。喂，什么？我们的旅游线路又被人抢先发布了。我大学学的是景区管理专业，之前也兼职为旅行社设计过游览路线，我很想帮帮你。其实，喂，阿明，老板，你快看新闻啊！对，我老公生病。在住院，全家就要找一个五官有缺陷的女孩，不知道怎么就找到我们家云云了。云云确实不是我亲生的，但是她是我养大的。全家用我老公的命威胁我，我对不起云云。云云姐，我们不知道你在全家怎么样了，我们都很担心你。云云，我们不知道你在全家怎么样了，我们都很担心你。我去澄清，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。不用，我来解决。你也不用担心，这件事情与你无关。这次的事情是不是你搞的？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管你怎么搞，也不能拿全家的声誉开玩笑。
万一让老爷子知道了。疯子，这是哪家媒体？我要找他们老板聊一聊。好了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你赶紧把自己藏好了，别让人发现了。老板，记者们我都安排在会议室了，人有点多，你能应付得来吗？没事。喂吧。那个女人你送走了吗？没有。你为什么还不送走？你看看现在的新闻舆论都成什么样子了。我把集团交给你，不是让你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走吧。你有考虑过上诉吗？陈宇不是你们说的吗？是他救我的，给我输出治病。陈宇喜是个好人，也没有骗我。我婶婶和我堂妹可能是误会，买卖人口是犯法的，造谣也是。你们不可以这样冤枉他，希望你们不要乱想。谁让你这么做的？既然你这么做了，就不欠我了。如果你想离开，我可以给你一笔钱。墨月，去帮我买点唐记的糕点。爸，公司的新路线发布会为什么要延迟？爸，出了点意外。什么意外？之前明佑做的时候好好的，为什么你醒来一接手后就出现意外啊？啊？爸，您是在怀疑我的能力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但是你自己要反思，这是你醒来之后接手的最重要的业务，如果出现什么问题，你这个总裁就坐不稳了。我之前坐得稳，我现在一样坐得稳。好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哎，对了，为什么还不把那个女人送走啊？利用完就扔掉，我做不到，而且今天你也看到了，是他在帮我们解围。哎，这个人是坚决不能留在你身边呀。你看他那个婶婶和堂妹啊，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，就像定时炸弹一样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啊又会发生今天的事儿。你还是赶紧把他给弄走吧。爸，我真的累了，您别说了好吗？您先回去吧，我的事情我自有打算。阿明，我看你现在翅膀是越来越硬了。这个人是坚决不能留在你身边。你看他那个婶婶和堂妹啊，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，就像定时炸弹一样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发生今天的事儿。你还是赶紧把他弄走吧。如果你想离开，我可以给你一笔钱。墨云呢？怎么没人做早饭？老板，这是墨云小姐留下来的。全先生，谢谢你这段时间收留我，还出钱给我叔叔治病。我以前以为我是可以照顾你的，可是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我的存在会给你造成这么多麻烦。
天真了。以前你一直暗示我可以离开，可是我还是死皮赖脸不愿意走。想想真的很可笑，也谢谢你一直没有直白地赶我走。可是我现在明白了，我不能留在这里了。叔叔治病的钱我以后会赚钱还给你，希望你的腿可以早点好起来。祝好，墨云。我什么时候暗示过要赶他走了？这是我的房子，虽然不大吧，但是你一个人应该够住了。放心，我大哥和我爸他们都不知道这里，先住下来吧，再找工作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是你让我大哥醒过来的，我当然要替我大哥报答你了。只是巧合。是缘分，我在马路上碰见你也是缘分。你就安心在这住吧，照顾好自己，我先走了。叔叔，您快点醒过来吧，我又找不到婶婶。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醒来告诉我好不好？我大哥去你叔叔住的医院找你了，看来他对你真的很上心。老板，墨云小姐平时两天过来一次，算起来今天也会来，我们应该能碰到她。水还是温的，应该刚走没多久。老板，要追吗？他一定是在故意躲着我。就算墨云小姐故意要躲着您，她也不可能知道您突然来找她呀。会不会是巧合？也许吧。对了，墨家母女找到了吗？没有，自从那次采访事件结束之后就消失了。看来是有人故意找到他们，让他们在记者面前说出那样的话，达成目的之后又把他们藏了起来。老板，您说这件事和车祸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干的？希望不是吧。你迟到了。多等会儿又怎么了呢？说吧，找我来干什么？来感谢你啊。要不是你告诉我墨家母女的下落，我也干不出这些事情来啊，更没有机会借全叔叔的手将那个女人赶走了。我以为你让我告诉是你想帮墨云找家人。虚伪。说吧，找我来到底是干什么？那个女人失踪，全玉玺在找她。哦，失踪了。全明瑶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是你把她藏起来。所以这事儿你还应该感谢我。哎，不知道全玉玺要是知道你这个好弟弟在背后这么搞他，会作何感想呢？哦，对，也有可能没什么感觉，毕竟你只是个养子嘛。说的对，那按照你的意思，我把墨云的下落告诉他。你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可是有把柄在我手上，以后给我小心点。有人在做饭，老板，是墨云小姐回来了。墨云小姐，墨玉哥哥，白小姐，你回来了。今天我下厨给你做点好吃的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姑姑给我的钥匙，她听说你遣散了佣人，阿明一个大男人又照顾不好你，就让我进来了。你想吃什么，我给你做。出去。玉哥哥，我让你出去。不知道我哪里不如那个小哑巴，你宁愿让他陪着你，也不想让我陪着你。再说了，他那话都不会说，简直就是个累赘。你们全都围着他转，你是这样，全民友也是这样。
我问你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我先走了。阿明，去查明月名下的房产。是。辛苦了，这都是你做的啊，快吃吧。嗯，好手艺，做菜都这么好吃，难怪我大哥一直在找你。最近找工作顺利吗？没事，要是找不到，就先在这住着，慢慢找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大哥，什么意思？我看到云云流落街头，想到他毕竟也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所以我就收留他了呗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不知道我在找他吗？哦，大哥，你跟云云闹别扭啊？云云，是云佑大哥好心收留我的，你不要怪他。云佑大哥，大哥。这称呼有什么问题吗？跟我回去，我找到你婶婶和堂妹了。云云，你帮我跟全家人说说，我们不是故意这么做的，是有人逼我们。谁逼你的？是一个小姐，姓白，她说我要照这么做了，就再给我们一笔钱。云云，婶婶是为了救你叔叔才这么干的。姐姐，求求你了，帮我们跟全家求求情吧。我叔叔也是你们的丈夫和父亲，你们拿到了钱，为什么不救他？云云，我们是有苦衷的。这钱我们为什么不能还？这些年来我们省吃俭用的给那个老不死的治病，别人有的衣服包我都没有，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吊着他呢？他要是早点死了，只要我们大家都轻松了。你别跟珊珊一般见识，她不懂事儿。他是你爸爸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你们不救我救，从此以后我们再无关系，你们好自为之。在哪找的？在海城的一间美容院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留在海城，永远别回来。如果再让我看到你了，只能后悔一辈子。老板，那白小姐呢？白氏不是一直想和全市深度合作吗？那么东南亚那个项目就交给白氏去做，指明让白眼盲去。明白了。你放心，你的婶婶和堂妹永远不会在这座城市里出现。好了，都过去了。之前你说过你想靠工作赚钱是吧？来我们公司上班吧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给你任何的优待。之前听你说过你是学景区管理的，那么你跟其他员工一样，三个月试用期，你可以吗？坐吧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。听说老板直接发话，空降过来的，不知道是不是走了什么后门。还有个更离奇的事，听说啊，这个女孩是个哑巴。啊，我们公司什么时候门槛这么低啊？听说啊，这个女孩是个哑巴。啊，我们公司什么时候门槛这么低了？莫云是吧？
这里是公司新开发的168条旅游路线，你呢逐一的做一个评估，每一条呢不要低于1000个字，在明天上午10点半以前送到我的办公室啊。168条，16-17万字，给我一个礼拜我都写不完呢。总监，她就是那个女的，是她吗？不然你以为呢？啊，像她那种要学历没学历，要经验没经验的人，怎么可能空降到我们核心部门？啊？嗨，这不是老板亲自发话了吗？嗨。老板他是想报恩，这个没错，但是他不能把这个什么都不是的哑巴安排到我这儿来啊。总监，你小点声，别让人听见了。嗯，我偏大点声，怎么了吗？嗨，再说了，咱们这个公司以后是不是那位大少爷的还另说呢。他就这么接了呀？对，慕云小姐是不是也没什么经验啊？16-17万字，别说还要评估后再写，就是单纯的打字，一天一夜也打不完啊。既然她想独立养活自己，那我绝对不会拦着她。然后关键时刻，英雄救美。闭嘴。没吓到你吧？做的怎么样了？刚刚搞定。这么快？老板，莫云小姐，吃点东西吧。莫云小姐，您慢慢吃。今天是要通宵了吧？他说他全部都做完了。啊！老板，1个小时了，要不叫下莫云小姐吧？抬不住就下车。好，轻点。哎呀，168条，你才给我写了20条，你这就叫做完了？这些路线有很多是已经被废弃或重合的，所以我将里面有商业价值的挑选出来进行评估。你可以啊，重复的和废弃的就可以不写了啊？你这才来2天就这么投机取巧，我们这个规划部怕是容不下你吧。这个工作量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，如果是合理的工作我一定能完成。合理？在全市我说合理就合理，我说不合理它就不合理。我怎么不知道这全市改姓陈了？不是那个，我陈总监说的没错，这些重复和废弃的路线的确需要重新做评估。陈总监说的没错，这些重复和废弃的路线的确需要重新做评估。那么就你来做吧。莫云第一天来公司，对公司还不是很熟悉，暂时完成不了你的业务。你在公司待了这么久，应该没问题吧？陈总，我对了，
还是按照你规定的时间一样，明天早上就要去。如果这么点小事都完成不了的话，我有理由怀疑你是否能合理安排员工的工作时间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明天你也走吧。你。这么一会儿，我的天哪！我来公司了，有时间见一面吗？时间过得真快啊，没想到一转眼你已经在这工作一个月了，怎么样，还适应吗？听说你刚来第一天，大哥就为你一怒红颜，把策划部总监换掉了。我开玩笑的，别写了，你现在还住我大哥那里。我大哥从来没有让一个女人在他家里住过这么久。我现在每天学习按摩复健，给他按摩腿，希望他能早日好起来。别动，有点东西，帮你摘一下。我发工资了，可以还你一部分了。不用，攒够了还就行。我下午想请假去看下叔叔。你有你的上司，找我干什么呀？出去。算你有良心，还没忘了我吧？我翻我爸的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，我爸是不是给过你一条古董项链，很值钱的那个？还给我。不在你那，不在你那在谁那？我妈都在家找了好久都没找到。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你爸当初借高利贷还不了钱，被人家拿刀砍死，到最后爸是在我家赖着。月月，你醒了。回去吧。好。云，对不起。我只是想安慰你。看什么呢？我大哥吗？我先走了，明天来看你。喂，我冒着这么大风险帮你，你要争气啊。
我这几天没去上班，要请假了。医生让我再住两天院，可是我想回去上班了。你这几天很忙吗？记得长按摩腿才能好得快一点。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我今天出院。怎么了？以为是我大哥啊？他这几天一直没来看你。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开心了就对你好一点，不开心了就理都不理。雨，我每天来看你，你开心吗？那你多看看我，别看我大哥了。我不懂，他那么冷漠无情的一个人，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喜欢他？你也喜欢他是吗？你不喜欢他对吗？云云，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，因为你是我的朋友。我不想当你的朋友，云云。云云，跟我在一起好吗？跟我在一起。所以，你也喜欢我大哥是吗？我先走了，注意身体。你也喜欢我大哥是吗？我知道了。老板，白小姐是两天前跑回来的。给我把她找出来。是。还有事吗？没有了呀。老板，白小姐是两天前跑回来的，刚刚查到的监控也显示她下午就潜入进来了，应该是她给您下的药。给我把她找出来。是。还有什么？没有了呀。
真的喜欢你。 行了，现在我还没法公开我们的关系。等我处理完工作的事情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对了，现在有很多人盯着你，就注意安全。还有啊，那个秘密。 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喜欢墨云。这又怎么样？不止墨云，可能过不了多久，属于全域系的所有东西都会属于我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开个玩笑。 我很快忙完就去看你。好，你先工作，注意身体。等一切都解决了，我们就结婚好不好？我想永远和你生活在一起，想让你给我生一群孩子。二少爷这两天一直在暗中接触股东们，不过都是在我们的监视之下。你先休息会儿吧。还有三天就是董事会，可以收我了。 他几乎两三天出去一次，最后一次出去买了蔬菜和水果，还有验孕棒。什么？我问了药店医生的，确实是验孕棒。墨云，你个贱人！嗨。 怎么，不欢迎我啊？嗨，怎么，不欢迎我啊？ 哎呦，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已经对玉哥哥死心了。与其做敌人，还不如做朋友呢，你说是吧？那他专门让我给你带的汤。哎呦，放心，是玉哥哥叫我来的。你想想，他不让我来，我怎么敢来呢？而且他身边啊，靠谱的女性朋友就只有我这一个了。这下相信了吧？哎呀，光顾着说话，汤都要凉了。
给你尝啊。这可是我亲手做的汤，尝尝，真的好喝，真的好喝。嗯，我出车祸，在床上昏迷了几个月，醒来以后重新接管公司，发现公司变化很大。大少爷，您身体还没恢复好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。是啊，您昏迷的这几个月，二少爷管控公司也得心应手，您可以放心了。好喝吗？大口点喝嘛，可营养了。大少爷管理了这么多年，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二少爷接管这几个月，那也是踩在他人的基础上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啊！二少爷的能力，大家有目共睹的。尤其是这次新线路的发布会，本来二少爷做得顺顺利利，大少爷一醒，这新线路就被泄露出去了。你说这事儿闹的？没错，阿佑的确帮了我不少忙。这是应该的，大哥，都是为了咱们公司嘛。当然，也帮了你们不少忙吧。你女儿保研的名额是因为挤下去了另一个人，对吧？还有你，你在外面养的女人要告你，也是阿佑帮你摆平。你的儿子在澳门输钱输了一个亿，也是他帮你填的空，对吧？还有你，我就不多说了。阿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比你差吗？难道就是因为我不是全占亲生的吗？阿佑，对你不好吗？你对我的好不过是可怜我而已，我不想被你踩在脚底下。大哥，现在得换你来仰视我了，怎么样？残废的滋味好受吗？像你这种人啊，根本不配怀他的孩子。玉哥哥只不过是和你玩玩罢了，像他那种身份的人怎么会娶你这样的小哑巴呢？哎呦，可真是难受啊。玉哥哥跟我说了，不想看见你了，想让你赶紧消失。我劝你好自为之，赶紧滚。大少爷，您身体还没恢复好，我看呢，您还是回家养病吧。对，全玉玺，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。不对，我从来都没有看透过你。哎呦，你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所以你才看不透。你的腿是什么时候恢复的？老板的腿就从来没废过。你早就醒了，你是装的。如果不是因为墨云，
我会在阿明收集完所有证据以后我才行动，更不会允许你做这么多恶事。我真是没想到，你为了击毁我的声望，你不惜把公司一手打造的新路线泄露给对家公司。还有，你所有的证据我都已经收集好了。全玉玺，你是不是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了？我告诉你，阿明，带二少爷去办公室。好的。有些事情我们兄弟自己聊。月月，不要害怕，你在这待着啊，不要说话，等着我回来，等爸爸啊。原来老板的位子也没有那么好坐啊。那你还想坐吗？你会给我吗？你曾经会。大哥，你太虚伪了啊！一面背地里调查我，一面又在这跟我装兄弟情深了。哎呦，我真的把你当兄弟，无论你是不是全家的血脉，我从来没有拿你当外人。全家的血脉，全家当初为什么收养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白珍珠你的继母，她生不了孩子，所以她要找一个儿子来跟你争家产。哎呦，可是无论我做的多好多努力，在全寨的心中，她只有你一个儿子，所以白珍珠放弃我了。我就像你们全家的一条狗，开心了就回来抱抱，不开心了就可以随意打我、骂我、侮辱我。可是你呢？所有人都爱你，所有人都怕你，所有人都呵护你，凭什么？哎呦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对不起。当初在孤儿院被接走的时候，我有多开心，我以为马上就要迎来的是我的新的幸福生活。可是呢，我每天夜里都在想，我如果当初就这么死在了孤儿院，是不是就不会这么难受？哎呦，是我们全家对不起你。所以呢，你愿意把你的集团给我吗？把墨云也给我好吗？大哥，算你补偿我的，好吗？我不愿意。我如果当初就这么死在了孤儿院，是不是就不会这么难受？哎呦，是我们全家对不起你。所以呢，你愿意把你的集团给我吗？把墨云也给我好吗？大哥，算你补偿我的，好吗？我不愿意。我不愿意把全市所有人的未来都交给你这样的人。把墨云给你，你可真贪呐！你再贪，但我也不会想要人的命。你知道了，阿勇。但凡是你做过的坏事，必定会留下痕迹。我承认。阿勇，我会送你出国，让你在国外度过下半生。我不需要这么伪善，我也不需要你可怜我。全玉玺，我不会顺了你的意的，我要自首，
我要你一辈子都活在内疚和愧疚之中。哎呦，你这是何苦啊？就算我输，我也不会让你赢。是你救了我。我路过你家门口，发现你晕倒了，把你送进了医院。谢谢你。医生说你刚刚流产，身体很虚弱，需不需要我叫你丈夫来？老板，这么急是去见墨云小姐吗？对。为什么是打电话不是付短信？岳哥哥，岳哥哥，你的腿不是让你出国了吗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叶哥哥，你的腿好了真是太好了。你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不纠缠你了。放手，我就好好的当你的妹妹。叶哥哥，你看外面有好多记者，我去帮你拦着他们好吗？叶哥哥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秦总出来了，快快，秦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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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陈总，陈总，哎，陈总，您别走啊！您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。陈总，您的腿是什么时候恢复的？请您回答一下。陈总，可以说两句吗？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哎，陈总，陈总，陈总，你是不是有陈总？陈总，陈总，之前的事情是您弟弟造成的吗？陈总，回答一下我们。您正面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，陈总。喂吧，马上到我这里来。陈总，您回答一下吧。好吧，说两句吧。这样您说两句吧。哎，一会儿找个地方把我放下来就行。您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。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时候确定下来的？外面还有这么多记者，你就这么把我扔下不好吧？开车。哎，陈总，哎，别走啊！哎，陈总，陈总，说两句吧。陈总，陈总，臭小子，他居然做出这样的事儿来。真是白养他一场。你也是，生不出孩子就算了，领养回来一个白眼狼，差点害死我儿子。爸，别说了，你的腿根本就没事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？还有，你怎么能允许你弟弟去自首？我们全家的脸往哪儿放？爸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您在意的还是您的脸面吗？你说什么？是爸，阿佑是被领养回来的，没错。可是你们有谁真的把他当过家人？当然我也没有，所以他才会恨全家，恨我们。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指责别人。臭小子，你胡说什么？哎，别动手。爸，我已经不是那个任由你打骂的小孩了。你现在握着整个集团，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爸，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聊吧，我先走了。你走了就别回来。全明有通过律师让我跟您说，他也不知道墨云去了哪里。我到底该不该相信他？他说他虽然恨你，但是他没有理由去伤害墨云。我这个弟弟什么都想跟我争。他还说了，让您去问一下白养龙。墨云失踪了。失踪了？怎么会失踪了？你去找过他吗？没有，我怎么敢呢？玉哥哥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？如果让我知道你去找他做了什么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放心吧，我绝对不敢。玉哥哥，我帮你一起找他吧。出去。哦，
老板，墨云小姐的东西都在，但是证件不见了。去找。好。你真的决定就这样跟我一起回美国了？医生说了，你的失语症是由心理原因引起的，虽然现在已经好转了，但平时还是要多说说话才能恢复，明白吗？啊？啊，我知道了。曾总，谢谢你帮我离开这里。到了美国，我会努力工作的。其实你现在已经很努力了，可我就弄不明白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避之不及，非要跟我一起回美国。我们这么一走，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。都过去了。陈玉玺，我会把你忘了的。陈玉玺，好久不见。墨云，不可能，他不是墨云，他会说话。陈总，好久不见。你可以叫我 Daisy， 或者我的中文名墨云。玉哥哥，他不是墨云。白小姐，这么久不见，你还是对全总一往情深了。墨云，你去哪儿了？全总，你当你为什么要走？全总，请您放开。少卿，我没事。全总，我们今天来是聊贵公司收购的事情。不过我看你状态好像不太适合，我们改日再约。全总，你们先出去。出去吧。玉哥哥，你要说什么你说，我回去还有事。不想说什么。你要说什么你说，我回去还有事。我想说什么。月哥哥。阿明，查他住址，还有他在国外这些年的所有资料。好。墨云怎么会回来呢？我一直守在他的身边，我是不会让你抢走的。喂，哦，好的，是江总。什么事？怎么不接电话啊？刚才有事静音了。我听说你回去便扬言要收购权势，这和我们的计划不一样。我说过权势不过是我的障眼法，以我们极光现在的实力根本动不了全市。我只想借眼前这棵大树去吓吓我们真正要收割的那些小树。你果然不会让我失望。对了，见到那个人了吗？还有别的事吗？怎么，我还不能问问吗？见到了，不过都是聊聊工作。
那就好，那你在国内等我，等我这边忙完了我就去帮你。知道了。好。老板，您和那个全总。开车。你不是有房卡吗？敲什么门啊？怎么是你？房卡？你把房卡给谁了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出去！我不。给我出去！不出去，不就出去？不出去是吧？我叫人了。喂，前台吗？这里面有人闯进来了，帮我叫。前台吗？不好意思，那个她是我老婆，我们刚刚吵了一点架，她有一点发火，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和好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全玉玺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就是送个早饭而已。我不需要。那这样，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，我这就走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告诉我把房卡给谁了，我才能告诉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嗯，说，给我了。给我了。全总，你擅闯我们莫总房间，我可以报警的。你可以报警，把房卡先给我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云云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这样，先吃早饭，明天我再来给你送。老板，他刚才叫你云云。你俩是什么关系啊？不该问的别问。哦，老板，你父母的事太久远了，能够查到的东西不多。哦，知道了。咱们这次估计在国内要逗留一段时间，要不先租个房子？你决定就行。这个还挺适合你。这可不简单啊。您一定要严格要求，我是真想去。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严格要求。随便谈一点轻松的吧。好。最近拍戏太累了，你看我黑眼圈都重了。小月姐，你哪有什么黑眼圈啊，还是这么漂亮。就你嘴甜，过奖了。小月姐，今天全场就是你最好的。就是，全大少爷一出来，肯定就移不开眼了。哎，全少爷来了。全总，全总才来了，等你好久了。好事。哎，全总，全总，好久。不见。好久不见啊。好久不见啊。谁啊，怎么从来没见过？这么漂亮，是哪个小明星吧？我以为全少爷是来找薛小月的呢。各位来宾，今天的酒会正式开始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一位非常重要的嘉宾，极光集团总裁莫云莫总。有请莫总上台致辞。你认识吗？要不要替你？小月姐，她是个哑巴，不会说话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她是我表姐。之前害得我家害得好惨。莫总，我听说您自小就不会说话，这次致辞要不就我帮您吧，正好之前在剧组的时候学过一点哑语。各位好，我是莫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邀请。这次回国看到了我们旅游行业如今发展的这么好，我非常开心。希望在未来能够找到一位强有力的合作伙伴，让我们的旅游行业发展更上一层。谢谢大家。
好，莫总，敬你一杯。敬你。很高兴认识您。希望有机会能跟你们极光合作。是啊，是啊。来。喜欢喝的话，我改天帮你挑。好啊。这不是牛奶，我知道你乳糖不耐受，这是豆浆。其实你并不想收购全市，对吗？这个简单。全总，嗯，这里好像不太方便聊公事。行，那我们就聊私事。其实我很想知道，当初你为什么会离开我？我当初为什么会离开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云云，我到底清楚什么？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不好意思，失陪。云云，老板，跟徐总约的时间到了。莫珊珊，见了姐姐连声招呼都不打。我真没想到，你居然能说话了。我也没想到，当初全玉玺让你滚出这个城市，如今你怎么还敢在他眼皮底下活动？是又怎么样？当初你逼得我和我妈走投无路，你现在还想逼死我吗？我逼死你？是谁当初把我当成物品一样卖掉？又是谁把我换来给叔叔救命的钱拿去花天酒地了？你小时候没少受侮辱吧？怎么你把这些都忘了？那你现在想要干什么？你爸妈现在在哪里？你问他们干什么？我去探望一下我的叔叔婶婶，不可以吗？不需要你假惺惺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我也想干什么？告诉我，全玉玺不记得你，不代表我不会追究。那不成，你还敢杀了我？怎么会呢？杀人可是犯法的。下周三我有时间，带我去见你爸妈。下周三我有通告。是吗？如果你以后还想要有通告接的话，最好不要拒绝我。目前只能查到极光集团最早是一家旅游公司，法人是一个叫江淮的中国籍男人，从两年前开始不断扩资到今天这个规模。在此之前一直没有莫云小姐的消息，直到江淮退居幕后，才由莫云小姐来担任总裁。老板，江淮今年38岁，未婚。继续查。好。老板，明天早上还有会，要不您先回去准备休息吧。再等会儿，主要是莫云小姐不知道要应酬到几点。您，我说，我就想在离她最近的地方待一会儿，不行吗？莫总，慢点，莫总，莫总，您慢点，慢点，莫总。莫总，你走吧。你干什么呀？走。莫总，莫总，走了走了。莫总，别叫了。哎呀，别动别动别动，喝不了酒还喝那么多。听话听话听话。以后少喝点，知不知道？那个，你醒了，接着睡，我先走了。
我却控制不住自己想你。为什么你这么坏？我还是没有办法放下你。全总，你嘴巴怎么那么红啊？你对莫总做了什么？哎，小声点，睡着了。房卡给我保管。全喜，我报警了。报警之前，先给我叫个救护车。阿明，走，给。哎，拿我房卡。哎，等等我。一定是做梦。老板，您没事吧？你不是有房卡吗？敲什么门？我房卡被全玉玺抢走了。什么？他让他的助理缠住我，然后把您送回房间，等我追上的时候他已经出来了，还抢走了我的房卡。老板，他没对你做什么吧？没有。没有就好，没有就好。那您先洗漱，我去给您拿早点啊。早，我是来送清酒汤的。你不是拿房卡了吗？怎么还敲门？那你的意思是说以后直接进来了？给我出去。哎，昨天晚上怎么喝了那么多酒？头痛不痛？我有助理，不用你。那也不介意多个助理。全玉玺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想做什么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要追你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你是不是都不想回去了？你瞎说什么呢？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这位是全总，全氏集团的总裁，幸会。江总，就用大名。全总，我们的合作晚点我约你时间。少卿，江总刚回来，去给江总开间房。江总。云云，待会儿我们一起吃早饭。云云，醒酒汤记得喝。Excuse me. OK. 全总，工作的事都追到酒店来谈了。我和莫云之间可不只有工作要谈。我不管你们以前有多少交集，莫云现在是我的合作伙伴，更是我的好朋友。如今跟贵公司还有生意往来，还请全总适当回避。我和莫云之间没什么好回避的，倒是你，不管是工作伙伴
还是好朋友，请你记清楚自己的位置，不要抱有其他幻想。江总，房间已经订好了，您先去休息一会儿吧。小月姐，生什么气呀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？怎么可能？上次的事是我没想到，都哑巴了十几年的人居然会说话了。小月姐，我是真心向着你的，你要相信我。你现在来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这个事儿都过去了。怎么算过去了？你不是还没拿下全总的心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其实全总现在身边一直都没有女人，只要你一直想办法留在全总的身边，他一定会注意到你。尤其小月姐，像你这样美丽又善解人意的人，全总怎么可能不动心呢？可是全总现在身边有墨云那个女人，如果她不离开，全总怎么可能会注意到身边还有你这样关心他的人呢？那你说该怎么办？他不是从美国回来的吗？那就让他回美国去，不要在中国，这样不就一劳永逸了？小月姐，我有个办法。他们退房了？是的，今天一早他们就退房了。那个，你知道他们退房以后去哪了吗？这个客人的私人行程我们就不知道了。老板，墨云小姐的助理说他们已经找好住处了，还说什么？快说啊！说希望我们除了公事其他都不要再打扰他了。帅哥一个人吗？不好意思。那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莫总。老板，那就这样。老板，他怎么住这间？自从您离开了以后，老板就住进这个房间里了，房间里的摆设从来不让人动。老板，我们已经把全总送回来了，就先回去吧，阿明一个人也照顾得了。别走。操你！莫云小姐，您先帮我看一下全总，我得去停车。兄弟，我看你车停得不错。你拉我干什么呀？我好想你，我想和你结婚，生个儿子。这好多好多孩子。你怎么可能会想跟我有孩子？别走。你吓一跳。老板，你醒了？昨天晚上喝酒喝太多了。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您还记得吗？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是做了什么吗？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您还记得吗？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是做了什么吗？我们老板，你先醒醒酒，我再跟你说。
疯了吗？我没做什么呀。哟，老板，这么快就醒酒了？说正事儿。昨天晚上，墨云小姐跟我一起把您送回来的。然后呢？您真不记得了？快说。好好说。昨天晚上您在酒吧断片以后，我就跟墨云小姐一起把您送回来了。然后我还特意提醒了墨云小姐，房间的摆设一直保留。算你聪明。然后呢？后来我把他助理那个电灯泡给拉走了，让墨云小姐单独跟您待在一起。不过墨云小姐好像没多久就出来了，好像还哭过的样子。哭过？嗯。坏了，是不是我昨天喝多了说了什么难听的话把她惹哭了？去问问不就知道了。去哪儿问啊？我昨天套到了她现在的住址。我明不对，我今天给你加薪。哎，老板，早饭。吃什么早饭？换衣服，赶紧走。哎，老板，我还没吃呢。老板，莫总，找到穆珊珊了吗？他躲起来了，通告也不参加，不知道躲到哪里了。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他会出来的。当年那些给您父母放高利贷的人，除了判刑的，其他都销声匿迹了。再找吧，毕竟都过去十几年了，确实很难查。那几个老家伙最近真这么反常？是的，自从极光集团放风收购全市以来，他们都开始暗中接触极光那边了。收购全市，他想得美。再说收购全市跟我们白氏有什么关系？那几个老家伙还真信一个小丫头能收购得了这么大的一个全市集团？算了，你再盯紧点。好的。所以你是想先放出收购全市的消息，让白氏掉以轻心，声东击西？没错。不愧是你啊，能想出这样的办法。我好像听说你跟白氏那个白亚萌有点恩怨。有，不过收购白氏是我们的需求，与我个人的私事是无关的。嗯，就算有我也会支持你。谢了。我们俩还跟我说这个，那个全玉玺对你追得挺紧啊。江总，您放心，我绝不会让自己的私事影响工作的。没想到啊，他还有这样的历史。这件事是从薛小月那知道的，他想偷偷把这个料给爆出来，被我给截下来了。不错，帮他们一把。没问题。墨云啊墨云，当年我能把你赶走，现在也能。老板，你看。老板，您先冷静点。我怎么冷静？查，给我去查到底是谁发的。好，我马上去查。全总，你不能进来。全总。云，我看到新闻了。这是我的事，不劳您操心。云云，我们什么时候分过彼此啊？云云，在这个城市里只有我能帮你，不管你对我误会有多深，让我帮你一次好吗？好，继续查。老板，墨云小姐，信息和资料是昨天晚上有人匿名发到了一个娱记的邮箱里，并且附上了一些当年的新闻。娱记为了营造热点，今天早上立刻就发出来了。娱记，我知道是谁做的了。云云，你家的事情知道的人不多吧？娱记，我知道是谁做的了。云云，你家的事情
知道的人不多吧？外人知道的不多，除了我的叔叔婶婶，还有你那个混娱乐圈的表妹莫珊珊。珊珊，你的法子真的奏效吗？小月姐你放心，你看莫云现在以往的身份被怀疑，上位之路又不清不楚的，现在网友还能让他继续留在国内生活？就算他想留在国内，舆论也得让他走。珊珊你可真聪明。嗯，那小月姐上次说的那部戏，放心，我下周就带你去见导演。谢谢小月姐。莫小姐麻烦跟我走一趟。你们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不是让你滚出这个城市吗？全总，就算是惩罚的话，这三年惩罚已经够了，我只是想混口饭吃，你就不能放过我吗？是你把那些消息透露给媒体的。什么消息啊？哦，你说你父母欠高利贷被砍死那事儿。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你做了还怕别人说呀？我再问你一次，是不是你把那些消息透露给媒体的？当然不是我。你有证据吗？不是你还会有谁？就算是我做的，你有证据证明是我做的吗？难道说你还想对我用私刑？老板，查到了，给记者爆料的是一个蒙面人，因为线下交易所以查不到什么痕迹，但是我们根据监控查到了爆料者的车牌号，是薛小月的车。那请他过来。好。两个废物，这点事儿都做不好，还得让我亲自动手。他要害我，我能理解。你是为什么？是莫珊珊，是他给我出的主意。他跟我说，把你赶走了，我就有机会和全总在一起了。你的风流债你自己解决。什么我的风流债？我都不认识他。你这个人啊，蠢就算了，你心肠还不好。你这样的人怎么配出现在大众的视野？从今以后，你不要做明星了。还有你。你以为做的事没有人查得出来吗？你在网上真实的 IP 已经查到了，这就是你要的证据。阿明，起诉吧，恶意诽谤，新闻做大点。全总，别了吧，姐姐，帮我，姐姐，我真的错了，姐姐，帮我劝劝全总啊，姐姐。莫云，放心吧，我会把新闻撤下来，顺便发个声明。发声明有用吗？声明我父母不是死于高利贷吗？人都没了，我还能去找谁求证呢？老板，18年前，也就是您父母出事那年，他们其实是被追债时意外坠楼死亡，并不是莫珊珊说的被砍死的。当年他们死后，警察把那帮人给抓住了，但是那笔钱再也没有找到，而且他们名下也没有其他任何财产。那这笔钱到底去哪儿了呢？我今天在查您叔叔的下落的时候，发现他正好在18年前做生意亏损了几百万，而在这之前他并没有这么多钱，所以借钱的其实是我叔叔。现在还不能确定，这只是我们的推测，当务之急是找到您叔叔。看来还是要找他帮忙。莫珊珊和薛小月已经被起诉了，你也看到新闻了吧？在他们被起诉之后，我就一直在调查你叔叔和婶婶的下落，但是一直查不到，所以我才怀疑，应该是有人故意把他们藏了起来。我才刚回来多久，已经有不少人等着对付我了。我会保护你的。我可以保护我自己。
等一下，墨云小姐，找到你婶婶了。莫珊珊的新闻发出来没多久，就有个女人在公司楼下闹事，说她女儿是大明星，被陷害了，然后被我们的人发现，就给带回来了。墨云，怎么是你？是你的人把我骗过来的，你想干什么？是不是你陷害珊珊？我叔叔在哪儿？在家养着呢，不能随便出门。为什么要把他藏起来？谁藏了？我怎么可能？是。那好，带我去见他。不行，万一把他气病了。带我去见他，或者让你女儿坐牢，你自己选。珊珊，是珊珊回来了吗？云云，是你。你回来了。叔叔。你可以讲话了。云云，这几年你都上哪儿去了？我醒来之后就见不到你了。你婶儿，你妹妹说你嫁到国外去了，是真的吗？叔叔，我想知道我父母当年为什么会借那笔钱。当年我做生意亏了好几百万，我要不是亏了几百万，你父母的债我就可以帮忙还上了。我想知道我父母当年为什么会死，他们为什么会借那笔钱。我大哥就是你爸，他当年看我做生意赚了点钱，他也想做生意嘛，所以就借了那笔钱，谁知道全亏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不信。这是事实嘛。云云，那事儿啊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，你不要再纠结了，好吗？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莫总，莫总，你怎么了？云云，我送你去医院。云云，全总，你还没走？我要等他醒过来。我们在这等就好，不劳全总费心了。莫云是我的爱人，江淮，你不要妄想了。三年前你错过了他，现在请你不要再纠缠他了。两位老板，莫总还没醒呢。莫云，醒了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云云，你失语症又犯了吗？什么叫又犯了？他自小就不会说话，那是因为受了刺激，患上失语症。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后来变好了。如果现在再受到刺激的话，他还会犯。慕云，是不是你叔叔？爸，你千万不要说那钱是你借他。这是为什么呀？墨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小姑娘了，她现在很可怕，很厉害的。如果她要是知道的话，她一定会加倍报复我们的吧。我不想失去现在的工作，你一定不要承认啊，爸。我答应你。好。
墨云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他失语症又犯了。又犯了？他是又不能讲话了？他是又不能讲话了？我今天就是跟他讲他父母当年做生意借高利贷的事儿。莫先生，他父母当年真的是为了做生意而借的高利贷吗？你这么问什么意思？那我问你，您当年做生意的钱哪来的？找朋友借的。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你咬死不承认我们也没办法。但是三年前你卧病在床，当您的女儿还有妻子抛弃你的时候，是莫云一个人为了你想尽办法在筹钱。现在他好不容易能说话了，却因为这事再次失语，外界对他父母的事情如此的恶意揣测。莫先生，但凡你对他还有一丝丝的感情，请你说出真相。听说您是极光集团总裁莫云的叔叔，您要曝光他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那您要曝光他什么呢？我爸，你在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爸精神有点问题，你们就别问了啊。是他。他叫他爸哎。对啊，他跟走啊，不行，别催我。我想说对不起莫云，更对不起他们全家。当年我为了做生意，让莫云的爸爸给我借了一笔高利贷，我以为我不会亏，我以为我会赚，真的，我以为我会赚一笔，没想到全部赔了。高利贷来追债，我不敢出面，更没想到害死了莫云的父母，我有罪，我真的有罪呀！爸，你们不要再拍了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不要再录了，我们没有什么要说的了，不要再拍了。莫云，是莫云来了，快拍。云叔叔，真的对不起你，叔叔更不应该瞒着你这么长时间，我可以用命陪你。你不要难为珊珊，叔叔求求你了。叔叔，谢谢你让我长大，但我真的没有办法替我父母原谅你。你有什么资格谴责我们？要不是我们，你早在外面饿死了。如果不是因为你们，我就不会失去父母，不会寄人篱下，不会当个哑巴十几年，不会被人当物品一样卖掉，不会承受那些我本不该承受的痛苦。我念你是叔叔的女儿，不会把你怎么样。但是你从小诬陷我，欺负我，像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做演员，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公众面前。啊，莫小姐，没有什么要说的，都是真的吗？对啊，别问了，别问了，再和我们细说一下吧，莫先生。想哭就哭出来吧，别忍着。没什么可哭的，只可惜过去了这么多年，我才能还我父母一个清白。莫云，你父母一定是希望你活得开开心心的，而不是充满着仇恨。你的消息准确吗？极光要收购的是我们，
目前看极光的动向，应该是冲着我们来的。墨云，你个贱人！收购我们白氏集团，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白氏集团这三年来一直在亏损，虽然拿了全氏集团的投资，但也没能挽回一直亏损的局势。而卖给极光集团是你们最好的选择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我们白家破产，我也不会让你得逞。白总好气度，你不害怕破产，那其他董事呢？要不请他们一起来开个会？墨云，你是来报复我的吧？报复？有必要吗？白亚萌，我是来帮你的。被极光收购，你还可以拿到一笔钱，不然以后真的破产了，你可能就要流落街头。你以为你胜算很大吗？哼，我们背后还有权势，你休想动我们白家。倒是你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爬上今天的位置，但是下等人永远都别想爬到我头上了。走在这种地方你得很小心，因为草都长到大腿的高度。 Hello， 收购的事谈得怎么样了？还算顺利，不过还得再谈一次。那这一次收购的事谈完，我们就一起回美国吧。再说吧，我这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我们可以请个职业代理人，不用自己承受它。在意吧。你不会是舍不得走了吧？这毕竟是我长大的地方，肯定会有舍不得。啊，如果你真的不愿意走，那我就留下来陪你。江淮，其实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。我也希望你能早点找个女朋友，早点结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少卿，你跟了莫总多久？两年了。不短了。你是知道当年我跟莫云怎么把极光打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。但是现在看来，那个全玉玺打乱了我的计划，影响了公司的发展，乱了墨云的心，对墨云影响很大。我和墨云是战友，我对他的感情你是知道的，你会帮我的。你要多去他助理那儿套话，我这没什么事，你不用来也行。嗯，知道了，老板。哦，对了，莫总现在应该又去白氏集团了。白总，我们的收购条件就是这样，我相信没有人比我们出更高的价格了。另外，这份报价我已经发给了贵公司的所有股东，他们没有意见。你们都先出去吧，我想跟莫总单独聊几句。墨云，你现在还真是让我感到意外啊！没想到被亲人背叛，还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，我还真是有点佩服你了。怎么，是不是很奇怪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哼，因为他们就是我藏起来的，我就是想让你永远以为你的父母死得那么难看。不然你怎么会痛恨一辈子呢？你抢走了我的玉哥哥，还想抢走我的公司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。
云，你怎么可以心安的和全玉喜在一起？你难道忘了三年前的那个孩子吗？墨云，你想想那个死去的孩子，你怎么可以心安的和全玉喜在一起？你想想那个死去的孩子，你怎么可以心安的和全玉喜在一起？玉哥哥，什么孩子？你骗了我，你骗我喝下堕胎药，骗我是全玉喜不想留下这个孩子，是你杀了我的孩子，是，我是骗了你。他是不知道你怀了这个孩子，要是知道了，他就一定会娶你。但是我守了他这么多年，凭什么最后是你？我不甘心。玉，所以说三年前我们有一个孩子。玉哥哥，你听我说。滚！墨云。所以说三年前你不辞而别，是因为你怀孕了，以为我不知道有孩子，对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莫云，对不起，是我伤害了你。所以你这次回来对我这么冷淡，也是因为这个，对吗？我不知道。既然你现在知道了我也是被诬陷的，那你还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没关系，你慢慢想，我可以的。少卿，你干嘛去了？啊，有点事儿，接了个电话。老板，你们俩……我累了，我要回去休息。行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松一下。嗯。他在哪儿？玉哥哥，玉哥哥，我是因为爱你才这么做的。玉哥哥，我真的爱你，你相信我。白亚萌，因为你的自私和狠毒，你们白家将付出严重的代价。我已经将你们偷税漏税的证据交到了司法机关，很快你就知道该去哪里赎罪了。哥哥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求求你原谅我好吗？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不敢了。阿明，说。那个莫总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少卿，你最近怎么了？你刚刚差点闯红灯。对不起，老板。我看你最近魂不守舍的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是昨晚没睡好。晚上不睡，谈恋爱了？没有，我哪有时间谈恋爱啊？是觉得工作太忙了是吧？不是，老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行，等这几天忙完了，给你放个长假。老板，你不会是要开了我吧？你想什么呢？我是想，如果我不回美国的话，以后就留在国内处理国内的业务。你要是想回美国就回去，
不想回的话，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跟着我。我怎么又梦见你了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怎么对那个助理那么放心？钥匙房卡全都给他。你把少卿怎么了？我还能干什么呀？现在是法治社会。你也知道是法治社会，那你还擅闯民宅？我是怕你跟上次那样不辞而别。那这样，你把我抓起来。出去，我要换衣服。我不换男人出去，又不是没看过。吃早饭。这些都是你做的？买的。给你剥个鸡蛋。少卿呢？跟阿明在一块吧。安静待会儿吧，当度假了多好。嗯，吃饱了吗？那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？还行吧。那能不能聊一聊我们的事啊？什么？就是我们能不能重新在一起？对不起，是当年我太蠢，听信了白亚萌的话，什么都没问清楚就逃走了，害你之前一直蒙在鼓里。你终于知道你把我害苦了，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有多辛苦啊？知不知道？我错了。不行，不能这么快就原谅你，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。别管。江总，听说白氏已经破产清算了，你什么时候跟我回美国？他不回去了。云云，你不回去了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打算回美国了，以后我就负责在国内处理国内的业务，好吗？要不你再考虑一下，我晚点找你谈。你知不知道那个人喜欢你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但我又不喜欢他，我只是把他当成好朋友。好朋友？哪有朋友这么亲密的呢？啊？关你什么事？当然关我事了，你自己答应过我的。答应你什么了？就在这儿，你自己说的，你欠我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说。让我想想看啊。哎，我想到了，你要跟我在一起，永远在一起。我没有说。哎，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？你看我是不是？让我走着。别闹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说不说话。还有心情在这儿喝酒啊？喜欢的人跟别人跑了吧？白亚萌，你们白家偷税漏税，你还没被抓进去，
那是因为我父母替我顶了罪，我才能苟且偷生。苟且偷生跑来找我干什么？我知道你喜欢墨云，看到他被别人抢走，心里不好受吧？这你都知道？当初调查他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发现了。本以为你可以把他抢走，没想到最后你还是让他们在一起了。如果三年前先认识他的是我，就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。现在也有办法，只要让墨云跟你回美国，不让他们见面，自然可以阻止他们旧情复燃。即使墨云跟我回了美国，全玉玺也不会爱上你的。他可以不爱我，但他不可以爱上墨云。墨云，你老板人呢？他跟江总走了。跟江总走了？去哪儿了？他电话一直关机。他，他到底去哪儿了？墨云，你醒了。江欢，你把我迷晕了，你要对我做什么？我要做什么？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？我这些年怎么对你的，难道你心里不知道吗？江淮，我知道你对我很好，但是我只把你当成好朋友、好哥哥，我对你没有那种感情。全总，全总，江总在这儿还有一处房产。江淮，我真的很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帮助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不会那么快从痛苦中走出来。一起去了美国，还创办了极光，但我心里爱的人一直只有全玉玺。小云，我不喜欢这里，你们一起离开这里，我们回美国好不好？啊！我不会跟你回美国的，我要留在这里。那极光呢？他可是你的心血。极光是我们一起创办的，我会让出所有的股份。为了那个男人，你可以什么都不要。我已经失去过一次了，这一次我不想再失去了。江淮，以后你也会遇到一个爱你、珍惜你的人，但那个人不是我。墨云，墨云，你不要离开我。江淮，你这样，我求求你，墨云，放开我，不要离开我，墨云。阿明，住手！江淮，晚点我会把股权让渡书给你。极光不仅是我的心血，也是你的心血，好好珍惜它。圆圆。
自首。我在呢，教官，教官，我在呢。如果现实是你的，是我，多好。他叫救护车。时隔18年的借贷夫妻被杀案真相水落石出，当年的媒体报道以为二人的名誉平反，而深陷其中的极光集团总裁莫云已宣布卸任，由董事长江淮暂代集团业务。据悉，全氏集团总裁全玉玺已向莫云求婚，全氏大婚，行业震荡。你快点啊，怎么天天上班迟到啊？现在助理都敢催老板了呀。再墨迹你就自己走吧。好了，老婆。看吧，我们老板比你那个什么江总好多了吧？这都过去多久了，还说？还不让人说？你们还不过去开车？想被开除吗？都听你的。